上，就像在电视的空地，从不废话，人生正在前进。Everything's amazing, everything's amazing。给我些经验，真的学会坚强。赴汤蹈火，别说我想太多，想在你软弱的时候守护你左右。好瘦，如果要下我就买保险哦。Oh no！ 连俊比你平时打扮还帅，太酷了！你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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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混斗龙，混斗龙，哎哎，要停住，哎哎。打人了，别再吵了！你们在演哑剧。凯是吗？对。OK， 我会找他算账。你是票数最高的。我的妈呀！好感动啊！哭啊！不用不用不用。搞死！五六七，大号，二四五百。安来，哇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太好吃了！我也来挑战一下脏脏包。很稠，那个画面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是把我们叫过去，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突然推开门，然后就看到食物，大家就很嗨。然后我当然不免俗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，所以我也就冲过去。但是我那天穿一双白色鞋子，是新的，然后有人踩了我一脚，踩了我一脚，是很实在那种，就是把整个脚掌压在我脚掌上。我那时候啪，任督二脉打开了，因为我找不到那个人，你知道我很想要送他一拐，或什么之类的，找不到，就自己一个人在后面生气。对，哎哎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先走，拜拜。拜拜。从零开始，然后他就叫零嘛。OK， 那这是我的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姓林啊。知道什么叫做笑里藏刀吗？就是。哈哈哈哈刀，对不起。你的手和你肩膀的距离，跟你另外一个肩膀的到手的距离是一样的。富翁他在公园散步，牵着他的狗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杀手从草丛里跑了出来，然后拿着枪对着富翁的狗，棒棒。两枪，然后就把富翁的狗干掉了。然后富翁很生气的问杀手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狗杀死？”然后杀手冷笑了一下，对富翁说：“有人给了我2000万，要我取你的狗命。”好累哦。然后有一根火柴啊。他就把自己点燃了，他就觉得他点燃，他就是在燃烧，他觉得他很帅。他说：“火柴棒，火柴棒，火柴棒，火柴棒。”然后他走到河边，然后河他就很不爽，他就一把水把它泼灭。河就对火柴棒说：“哼，水才棒。”投出去吧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如果不是在节目里面你给我讲这个，我可能会打你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怎么去表达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一直看着你，我就一直看着你。
大哥 ，You gotta know， 你信不信 ？You gotta know， 我怀疑自己的动力。前面一点。You gotta show，You gotta know， 还给我，还给我。啊！胸有爆吧，胸有。跳会吗 ？Oh my god！ 啊！我靠！还有没有的怕？你趴下，我给你揉揉，我真会揉。哦，舒服，舒服。我面包没了。我面包没人啊！我。所以30秒都没有伸进去是吧？只要踏出门就一定要先洗澡的人，光等他洗澡我就等了2个小时。加速了，走吧。明天早上起床，然后换一副更好看的美瞳，然后迎接每一天。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。嗨，最近好吗？去吃饭吗？肚子饿吗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沮丧的鬼。那个过程 OK 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所以说 PD 说的、真的 PD 为什么能这么成功，为什么这么成，给梦想可能吗？哪怕只是和你分开了一秒，也不能忘掉你甜甜的微笑，只要你在，所有乌云都能散掉，你说多奇妙。